唱歌跟演戏，其实你如果分开它的话，它是两个世界。对对对，唱歌就是比较求个人表现，那演戏的话，你就必须要注意到周遭，所有的反应啊，还有跟你对戏的人跟戏的内容，你都必须要注意到很多情绪。但是如果把唱歌跟演戏结合起来，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完美的，因为既然可以把自己的情绪抒发出来，然后又可以顾及到对方的感受，所以其实说辛苦倒不如说当然这个也是多一个历练，但是这个历练对我们做演艺人员来说是好的。真的，谢谢烈哥。不要难过。谢谢心急收留了我。谢谢我这个老欧啊。每个人都来帮你贴擦个。擦眼泪的。每个人都帮你擦个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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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有没有丢进去啊？有太烦了。按错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的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